通常啊，咱咧言语上咧讲、這個、啊，富不过三世。换一句讲，即个富贵啊，不三世是正常诶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有老人咧嫁啦。啊，哪个因兜有积德咧。啊，雷公积德啊，真好咧。 伊会当啊传几十代啊！伫中国上较出名，人印光大师啊，常常伫咧讲的，讲到互助。 放假到现在七十多代了，啊，家家、孙孙拢嘛特别的受人的尊敬。黄仲安先生嘛是传了将近一千年，嘛几十代了。 啊！廖凡先生传了十几代，拢未歹啊！这是祖宗积个德高啊！啊，即、这个第二呢，是欲安怎来修？欲安怎净呢？ 你会当啊，诚心诚意，奉行弟子规，奉行古圣先贤善良诶教诲，家己诚心诚意啊去做，教导你诶。 家亲眷属，你诶后人，亲像你共款咧，诚心诚意去做，你诶家都会当保持代代不衰啊！抑、啊、有人会问讲：，囡仔你是乱世啊？古世之人啊，拢嘛欺诈，我要做一个老实人。 我伫即个社会上，敢会当去生存呢？讲了啊，那像真有道理啊！啊，欺骗别人啊！啊，我会欺骗别人，那像是应该啊。伊毋知影个错咯。 你下当老老实实，袂去欺骗别人，你这个一生会过个真幸福，会过个真圆满。问题就是讲，你会相信袂？因果啊，不因啊，是真理呀、啊。 古今中外，无任何物件会当把这物件个推翻。<laughs> 你看，佛法来得常讲啊，万法皆空啊，因果不空啊。善因啊，也阁是有善果啊；恶因啊，也阁是有恶报啊。无论你什么款时代。 无论你什么地区，这真是经力呀、啊！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 R code，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